这一件质感真的超级好，因为它这是整件这种蕾丝，这件很夸张哎，气势很强，而且这件上衣你穿了之后，你如果有买纱裙，你随便拿一个色你都可以搭，你这个搭上去，谁是新娘？就是你前男友的婚礼就这样穿，好，三种不同的雕花蕾丝拼凑成这件，它这边要这边要一块，这边有一块，这边有一块，它这边还有多做一片这样子，这里还有波浪哎、欸，杏跟黑，然后我身上是白色的，然后我跟你讲，它原本在这一个这边呢、啊，它已经有做一层内里了，所以呢，大家还是一样。穿浅色的内衣裤，因为毕竟它这个内里啊也没有非常的厚，像你夏天比较穿的。你想它这个立领啊，我发现它是做的有一点点宽松的，就是有一个立体的空间，所以呢它基本上不会碰触到你的脖子。你想这一件穿上去之后没人敢惹你，气势很强，而且这一件上衣你穿了之后，你如果有买纱裙，你随便拿一个色你都可以搭，你这个搭上去，谁是新娘？就是你前男友的婚礼就这样穿。搭西装裤也是不一样的、OK 了，又是不一样的感觉。你看这样就，我觉得这样是有一点女人味中带，又有一点帅气的感觉。